木器加铁质零件制成的 Gikitan， 是在稻谷收成之后进行稻穗脱谷的专用农具，结构上是在木器的箱内设置大型的圆形滚筒，并在圆筒的表面整齐排列 A 字形的长钉，另在筒内的轴心又与铁制的齿轮相互衔接，再经由传动的机械构造延伸到下方的踏板。当稻作收割完成之后，进行稻穗脱谷的作业时，先抓取成捆的稻禾，然后放在圆筒之上，再踩踏联动的踏板，使得圆筒产生快速的旋转，透过高速旋转所产生的动力，再加上 A 字形长钉的拨除，瞬间将稻禾上的稻穗谷粒从稻茎上被脱离下来。